先自己烧的啤酒鸭。放了这个辣椒。酒香小鸡蛋。
鸭肉。这个香菇酱很好吃，配饭配猪都很好吃，下饭的。你这样拌一拌就可以了。就这样子的，这个前段时间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，这个品质还是比较高的。哦，去年十二月就开始卖这个香菇酱了，大家可以拍单尝一尝。之前我喜欢卷饼，用它卷饼吃。拜拜。